家那边，我家附近一台蓝色桥头，我也是把它放上去，还是没有逆反的，哎呀，你看这题偷吃，偷吃哎、欸，记得刚刚。回家要拍。交给我。我会再做手机。哈哈哈哈哈。那我车上好了啦，那你坐车上。哎。来起耶！我在一起。你几点到？我要摆个圆钟，六点，然后大家各边坐下。特别是董博，超亮眼的。他说他很平常这样。是吗？对啊，他说他好厉害，还要你骂。最好今天笑容比较多一点。哎，你呢？我不在，我不在。你车在哪里？陈妈辛苦啦。那天明猫来了。哎呀，对哈、哦，他在哪里？他是找朋友，他在关你。找朋友，他睡在那边。妈妈，你辛苦啦！妈妈，你辛苦啦！我要跟他约礼拜天的时间。他等一下会回来啊。我要先送朋友回，先送朋友走，同事。哦。啊，潘姐、啊，小公司啊，应该再发个名片。我想你。